跟植物性原料为主，矿物性原料，比如说像石青、石粒、赭石、朱标啊、朱砂啊，这些都是矿物性原料。植物性原料呢，像藤黄、花青啊，这些都是植物性原料。这个矿物性原料呢，它会把墨色盖住，它是属于不透明性的啊，因为它这个它是矿石去磨成粉的，它不具有透明性，它会把墨色遮盖住。植物性原料呢，它是透明性的，它不会把墨色盖掉。这个各位呢？啊，一定，我们画国画一定要先了解每一个颜料的特性，那我们在使用上呢，啊，才能够这个更驾轻就熟。我们都知道呢，像故宫里面有很多这个古代的名家的作品，像唐宋时期有很多的这个金碧山水跟青玉山水，它主要呢都是石青。石粒染在山头上，表示青翠的山林，青翠的这个树木啊。那在底下的地方或者石头的地方染上赭石，啊，表示这是岩石土石。那到现在呢，颜色都还很鲜艳，这是因为它是矿物性颜料，啊，可以经久不变色。明清呢，文人画它主要以墨色为主。然后以淡彩，就是这个颜色淡淡的淡雅为主，但是并不是说它没有染色，也有染，主要是植物性颜料，像花青跟藤黄，或者是花青跟藤黄调的绿色，啊，这些颜色，那久了以后呢，这些颜色褪掉了，所以我们在故宫看了很多的古画，这个尤其是文人画，颜色很少，顶多有些赭石色。那是因为植物性颜料已经褪掉了。我们都知道，以前的人对于保存这个绘画啊，保存这些艺术品啊，大部分都没有正确的观念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大陆啊，尤其是江南一带，大陆啊，这个经常发生水灾。或者是梅雨期的时候一直下雨，很潮湿。那这个潮湿的话，天气好的时候就会把家里的书啊，还有字画拿出来晒太阳，就是去除这个煤气啊、煤斑啊，把它晒太阳。那晒太阳呢，就很容易让植物性颜料褪色。另外呢，这个。中国式的建筑不像我们现代化的建筑这么通风、干燥、采光良好，那大部分都是啊，中国式的建筑，大部分一般民家也大部分都住在一楼，那一楼你也知道，这个比较容易潮湿、接地气，容易潮湿，那潮湿对字画本身就不好了。第二个呢，字画挂在厅堂，那这个中国人又喜欢这个焚香。啊，比如说祭拜祖先呐、啊，或者是点个这个香焚香这样子啊，是这个一种生活上的一种习惯，其实对于字画本身也不好，它会把字画熏得变色啊。那最主要就是说，这个以前人不懂得去保养字画啊，尤其是字画久了以后，植物性颜料就很容易褪色褪掉了。并不代表当初没有染色，也有染花青、藤黄这些植物性的颜色，因为这些植物性的颜色它不爱墨，不会把墨色盖掉，所以文人画主要是以墨色为主。那墨色为主的话，它颜色呢，像这个透明性的颜色，它只能够让这个墨色呢，像花青会让墨色更温润啊，更有光泽所以呢，它本身呢。这个因为植物性颜料褪色了以后，最后还是剩下墨色，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到说，这个植物性颜料它本身会褪色的，矿物性颜料本身不褪色，
所以讲起来的话，为什么国画山水比较受器重？一方面也是山水所包含的、所表现的内容，包含这个不仅山川林木啊、瀑布流水，还有包括点景。那这个点景包括这个房子啊、啊这个船啊、车子啊、动物啦、啊，比如说马啦、啊、这些等等啊，甚至还有花卉、植物啊等等。所以山水是包罗万象，啊，所以它所可以表现的更深入，更能够表现出这个画的这个境界出来。那花卉呢？啊，花卉它主要就是描写单量的啊花鸟而已啊。尤其山水画呢，染的颜色呢啊，它主要是以墨色为主，染的颜色。啊，当然像矿物性颜料的赭石这些是不会褪色，啊，花青藤管会褪，但最终还是有墨色在，还能够显现原来的光彩。那这个花鸟呢，都是用这些植物性颜料为主，啊，包括这个洋红、胭脂啊，这些有些是这个昆虫去做的胭脂虫啊，那这些呢很容易褪色，啊，所以呢。这个花卉的保存比较困难，啊，困难度比较高，除了是水墨以外，啊，所以一般在这个，当然这个也让山水跟花鸟这个让人家的这个价值感也是有落差。那这一节呢，这个单元里面我们还要介绍你如何去啊处理这些颜色的问题。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颜色的，在碟子上的话要照着色环来排。那所谓的色环就是像这样子叫一个色环。啊，你看这个我们从这个比如说黄色啊，黄色如果加一点这个蓝色就变绿色，绿色慢慢越来越深，然后就变成蓝色啊。那蓝色如果沾到红的就变紫色。然后红的越来越多变红的，然后红的再加一点黄的变橘色，然后慢慢就转成黄的，这个叫色环啊，叫色环。那我们颜色在摆的时候一定要照着色环，因为邻色相调比较不容易脏掉啊，所以你必须要先了解这个色环。所以我们就讲嘛，你看那个画水彩的画家啊，或者画水彩的人，他的调色盘，他的调色盘上面不是集很多水彩颜料各种颜色吗？他如果照着色环去排的话，这个代表他就是，真的是，行家，啊，就是专业的啊。啊，如果没多这个颜色乱摆的话，那个绝对是外行的。我们有些颜色可以用水彩颜料来代用，比如说像花青的颜色，那花青的颜色的话就是蓝色的，暗蓝色的啊。那要代用的话，一定要能够跟墨融合在一起，而且会很均匀的融合。那有些水彩蓝色的跟墨一调和，它会分离，那这个就不能用啊。比如说像这个水彩。然后我们来跟墨啊，跟墨调和，啊，调和之后它能够融合在一起啊，不会分离开来。像水干那、啊、你跟墨一调在一起，它就会分离开来的，这看起来就脏脏兮兮的啊。它这个可以跟墨调和在一起，像这个就可以拿来代用啊，这个是可以代用的花青。那一般矿物性颜料都不要跟墨去调和，因为矿物性颜料它的颜色啊颗粒比较粗，这个墨呢因为是研磨出来，所以非常颗粒非常的细，所以这个花青可以跟墨调和，还有就是说我们的珠标也可以跟墨调和，因为珠唯一的可以调的就是珠标，
啊，竹标它的颗粒非常的细，啊，它是浮在水面上的，所以这个可以跟墨调和，啊，这个蓝色的啊，可以跟墨混合在一起的，这个就可以来代用。这个矿物性颜料里面只有朱标可以跟墨调和，我们现在调的这个是朱标色，朱标的颜色啊，朱标。然后我们跟墨，你看它可以跟墨很均匀的结合在一起。然后我们再调这个赭石。啊，我们用这个赭石色，啊，这个赭石，你看我们跟墨调和，啊，你再看一下这个赭石色跟墨调和的话，它已经有开始有颗粒了，啊，有很细的颗粒分离开来了，啊，它就没办法融合。我们把它仔细的这个让各位看一下，啊。你看这个右手边的啊是赭石，我们这个这一边的你看用赭石跟墨调和在一起，它已经分离了啊，没办法融合。你看我们这个左手边的是朱标跟墨，你看朱标跟墨可以结合在一起啊，植物性颜料像花青跟墨结合在一起，这是没有问题的啊，就是矿物性颜料唯一。可以跟墨结合的就是朱标，因为它是属于非常细的颗粒，跟墨磨出来的颗粒一样细，才有办法结合。你看这个赭石已经变成这样子的啊，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，啊，不一样的，啊，这是朱标，啊，两个的差距。所以我们在画花卉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要用啊这个咖啡色的。啊，经常会用到朱标去调墨来画，那颜色就比较亮丽。如果你要用赭石的话，只能够用沾的沾墨，不要去调，一调颜色就脏掉了。啊，像这样子，你看颜色就脏掉了。再来，我们来介绍哈。国画这个矿物性颜料混状的颜料啊，如何来使用？混状的颜料一定要调这个胶啊，这个胶啊，比如说像那个鹿胶啊，像那个阿拉伯胶，像水胶啊，这些都可以用啊，牛皮胶也可以啊，这些动物性的胶。啊，都可以用。那要用这个胶，如何使用这个胶呢？啊，首先像这个一大片或者是整块的，我们要把它敲碎。啊，比如说我们拿个东西把这个纸敲碎，啊，把它敲碎了。啊，那敲碎以后呢，不要泡很多。哦，我们拿个容器，啊，拿个容器，啊，放一些就好了，不要太多。啊，只要我们这个。不用放的很多的胶啊，然后呢，使用的话，你可以到那个啊热水器，或者是啊煮开的开水啊滚烫的开水把它冲下去啊。比如说，我们是拿了滚烫的开水啊，拿了滚烫的开水，我们把它冲到里面去啊，冲到里面泡着啊，泡着让它自然融化啊，啊泡着自然融化。那这个
一段时间以后，等它凉掉了以后，融化的程度，那个胶就可以使用的，非常方便啊。啊，这个胶就是要保持干燥啊，平常这个胶不能泡着哦，因为它没有防腐剂，所以一定要保持干燥才不会发臭变质。啊，这个我们泡完的这个也是一样啊，到时候泡好的胶倒出来，其他的剩下的啊，摆着让它自然干掉，这样才不会臭掉坏掉。那现在经过大概15分了，你看我们泡出来的胶啊，已经带有一点这个淡淡的这个黄色的，已经融化了啊一些，那并不是完全融化，没有融化的啊，到时候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是把它倒掉啊，把它倒出来，然后倒出来以后剩下的呢，哎，这个剩下的那个胶片就摆着让它干，下次还可以再继续用啊。那这个我们这个盐钵啊，要把矿物性原料要用买盐钵，然后放在盐钵里面，这样才好使用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用这个陀粒啊，首先呢啊，你必须把这个矿物性的原料打开来，有些是整袋的啊，有些像这种旧式的包装，就是像那个啊以前的药粉包一样，这是陀粒啊，顶上陀粒啊，这比如说这是陀粒的颜色，那这个我们把这个颜色啊打开来，它像那个药粉包一样。把它打开来啊，然后把它拆开啊，就像包药粉一样的。啊，这就是粉状的陀粒。那这个陀粒啊，这个实粒的颜色呢，最绿的就叫陀粒，其他的有二粒、三粒、四粒，依颜色的深浅，都是用孔雀石去磨的。那孔雀石是含铜的矿石啊，像我们的铜啊生锈的啊就变成铜粒啊那个绿色也是啊。来，我们再把这个放在倒到这个里面去啊，倒到盐钵里面去。剩下的把它弹一下啊，做这个的时候不要在有风的地方，有风的地方风一吹啊，你整包实力都不见了。啊，这个粉状的，然后我们就用调好这个胶水再倒进去啊，胶水倒进去，我们这个盐钵就是把它磨啊，因为这个我们水倒多一点，因为原来这里面还有实粒，我们顺便把它化开来，用盐钵把它磨、哦、把它调均匀，把胶调均匀，顺便也可以把实粒再磨细一点啊。这是那个啊，这个、矿物性原料的使用的方法，一定要调胶，胶是附着剂，你调了胶以后它才会粘在纸上啊。那这个用好了不用的时候啊，我们不用啊，不用的时候你最好把这个棒子拿起来，这个原料对不对，干掉了对不对，它有胶它会比较硬啊，因为你胶太少它粘不住啊，胶如果多一点它会变得比较硬啊，硬下次要用的时候你再倒热开水进去啊，比如说像胶水然后热的开水再倒进去，我们再把它化开来啊，一边磨一边把它磨开来啊，就这样子。因为你胶不够的话，画在纸上啊，你将来表壁啊什么都会掉，颜色会掉下来啊，它粘性不够，矿物性原料一定要啊有胶才能够把它粘在纸上啊，就可以把它画开来的啊。这是那个啊，这个胶啊跟那个矿物性原料如何用盐钵来使用啊的介绍。
那像这个啊，像这个，到时候你如果剩下的胶啊，最近几天还要用，就另外倒出来，倒一个这个杯子里面，然后先放在冰箱啊，大概保存也不会很久啦，还是最就是短时间内把它使用掉啊。那剩下的我们把它倒开来啊。那倒掉剩下的胶片呢？啊，剩下里面还有一些胶片，那胶片就摆着让它自然干，我们下次还可以再使用。啊，这是胶的使用方法。